这开局一个盲盒根本过不去好吗？后面的向日葵被保护的太好了。啊，被大帅给毒死了。不过非常漂亮了，兄弟们，没想到五王能破局。不过三路向日葵没吃完，咱们还得先打三路。哇，这波双武王保送双伴舞吃的太爽了。现在的话咱们先把二十路的真哥给吃掉。然后再把钉耙给干掉。一五路肯定是咱们首先的突破口。尸体都能踩扁一个，要是没有地刺王卡他的话，我估计他能跳扁好几个。来吧，先攻五路。哎，这是。我去，辣椒还变武王，那这样直接把四路给搞通关了。虽然三路有元素库和真哥，但是他守不住武王僵尸。来，再召唤一次，这脑子不就拿下了吗？现在咱们就要打一路了，要是一路把大帅干掉，也来个武王，那就舒服了。哦，不过来了一个绿帽，看看空投什么。我去，这一屁股直接坐在了高坚果的头上。这波空投，大爷、二爷还有巨人，这空投简直逆天啊，兄弟们！可惜了，大爷呢，最终来到了第三路。一二路这两个大帅看起来不太好搞，二路应该还是需要硬刚。哎，红眼来了，看看能不能给他搞个回血的。我去，这个冰车，一二路弹指可破啊，这么顺的吗？那这样一来，二路好像都不用放僵尸了，来直接一路放僵尸吃脑。